哎，演员一定有信心的，我的信心是五分之一。那今天有带幸运小物在身上吗？幸运手物啊，小物幸运，对，幸运瓶幸物。幸运的，我不知道什么才是幸运，我觉得不知道，你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幸运，叫什么幸运？幸运应该是在天上面。今天的服装可以介绍一下。今天我的服装是 J 裤，对，其实在之前在美国纽约那个国际电影节拿奖的时候，也是穿的同一个衣服。今天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可能转了一件里面的衣服，衬衫。还有一个bow tie，就那么简单。还有一双袜子，手表也是浪琴表吗？因为我是代言人，可能是带给我幸运的希望球。